正好我有事儿要跟你说。以后早上我就不能陪你训练了。我。一直都不能晨练吗？我以为只是你出差的这两天。我有些事儿忙不过来，你就跟队练吧。没事儿，我觉得你也不用每天都来，就是一周来两天。看看我的状态就行。怎么，你不相信高教练的能力啊？没有，你放下。放下，段雨成，这是你推荐的吗？我让你放下。我在问，这是不是你推荐的？